大家好，我是许家伟，我来自新竹市，我现在是读台湾体大二年级，当然是非常开心，能破大会就已经是非常好的情形了，而且前面两周跟三周前已经先比了两场比赛，那身体状况已经逐渐往下掉，那到了这场比赛前，其实训练情况都不太稳定，那能走到这个成绩真是很感动，非常开心这样子，能破大会就已经很好，那至于破全国纪录差一点点的遗憾的话，我觉得可以明年再试试看这样子，因为运动生涯还可以走很长。